我马上等一下，不要等了，等一下，快！你在干嘛呢？刚到家。喂，嘉许哥，怎么了？你干嘛呢？我在宿舍。我去找你。现在吗？8:30，那离你宿舍门禁还有3.5小时呢。那好，我就带你去吃个宵夜。想吃什么？都可以。我不饿。我马上等一下，下不要等了，等一下，快！最近在忙什么呢？有很多事情要忙，要上课，然后要写作业，还要画展啊，还有社团啊，还要等人约我啊。对，啊，最近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要爽你约的，我就是最近杂七杂八的事儿太多了。杂七杂八的事？就是一些琐碎的事儿，不重要。那不重要的话，你也不来约我。我也不知道。你还听见我找你的吗？不开心了？没有，是觉得你不开心。是不是工作太累了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好不容易约你出来吃顿饭。我都不知道多开心，真的。那，你笑一个。你等一下。去哪儿？等一下。怎么形容这一种感觉？你好，我可以来做一个吗？你要吐一下吗？我想试一下。谢谢。有点难哦。这样算吗？ I got nothing to hide. That's off you dance on my mind. 曾经偷偷的掩盖，藏在时光的爱。This moment is crystal clear.星空照亮过去和未来 You know this is meant to be